一脸上的李凯威也是有不错的速度。这个内角球，蒋少红摇得非常结实，在左半边打在全垒打墙上面反弹回来，左外野手去追球，花了很长的时间。一脸上的李凯威也要回来得分，蒋少红二垒安打，带着两分打点，味全龙队4-0领先。 直接打在墙上啊！太有气势了，这一棒打出去的时候，这支球被锁定了。哦，棒子丢出去也很帅哦，真的是猛将啊！今天其实很聪明哦，在旁边一直都有在观察，看到这个姬宏这个打席哦，可能有觉得对我也会有这种配球。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